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来公告。娃娃 TV。最近 Lisa 真正是真无聊啦，本来一礼拜一个影片呀，现在比一礼拜两个影片呀，看我有偌无聊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咱今日要来讲什么呢？最近吼，高雄人应该介欢喜，高雄人看到这应该知影是啥物意思啊？这毋是夏威夷的阿罗哈，这是阮高雄要执行一个重要人文的日子。六月六号拜六，阮高雄乡亲要为着阮犯过的错做出修正，行出去投票，讲好高雄。韩国瑜这一年的表现呢，相信高雄人一直拢看在眼内，无迄罢免书没有遐尔济啦，高雄人一直是忍袂住啊。你冻袂住啊！咱莫讲啥啦，讲清水沟啊就好。韩国瑜毋是讲伊有清水沟啊吗？我去年七月回去高雄出去佚佗，因为落大雨，所以爱赶紧回去厝里。阮开车就强要到厝啊，煞予大水淹伫个路中，袂停袂动。阮遐已经十几冬毋捌淹过水啊！你足厉害，一个清水狗啊，就甲阮遐清甲淹水，你好厉害！红狗遐真正甲你拍扑啊呢！过来啊，大家敢知影阮高雄的议会咧是即摆全台湾唯一无要开议的议会？迄、那个国民党的理由咧是讲要封印啦，安尼就奇怪啊！全台湾伫阮高雄要封印，台北毋是上严重、上侪例吗？因拢开啊，想作高雄无要开，高雄就较特别呢。国民党的议员无想要上班，主动开议，逐工出来练笑话，安尼人民付因薪水要创啥？规日甲公司共款，财财准拄煞，真正是气死人诶！规个国民党为着韩国瑜无要开议，安尼就莫怪高雄人无要给伊机会嘛。即摆唔好表现、唔好上班的，唔是民进党，唔是台湾基进，唔是威克嘛，唔是高雄啊，是国民党呢，真正是足可恶的，且高雄国民党的议员停止欺负韩国瑜，让伊回去上班，让伊去做伊应该做的代志，嘛，让高雄人会当有新的笑话会当看，无真正是足无聊的，敢来当看一挂旧的物件，亲像进前的高雄发大财尔。高雄要发财啊，对不对？天哪！好啦，虽然老话老好咧，我做想要回去投票罢免韩国瑜的。不过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咧，我袂当为美国回去。罢免韩国瑜虽然重要啦，不过无伫咧阮全家伙啊冒着性命的危险回去，阮嘛无希望伫路中风感冒唔着回去危害着高雄。所以希望高雄的乡亲爱加油，把这个普龙公救来，莫让伊继续危害高雄，让高雄一个健康美丽的环境。爱记的六月六号拜六，大家一定爱行出来投票。即讲我知影你有咧看，爱记带阿妈出去投票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同款嘛，要来教台语。我影片内底咧有讲到好厉害红狗侠，即、這个好厉害红狗侠是啥物意思诶？就是讲一个人足厉害足牛诶，亲像我咧洗碗无洗哩出去，搬哩飞出去，即、這个时阵咧小兵安尼冲过来甲接起来，吼吼，我就会来讲好厉害红狗侠。好，啊，啥物是红狗侠咧？因为红狗侠咧比一般的狗侠搁较厉害，一般的狗侠应该是袂咬人啊，就算是咬人嘛，应该袂安怎啦。不过红狗侠会咬人哦，若是去红狗侠咬着咧，你就会发红肿起来，所以大家才会讲好厉害红狗侠。好，啊，我影片内底咧，搁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冷笑话。啥物是冷笑话咧？就是黑白讲爱拍啦，连讲话无负责任，哪会敢那咧讲咱高雄的？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。你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莫忘记去帮我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，予高雄人看到，予大家六月六号爱记得出去投票。爱未电话的观众朋友嘛，爱忘记去帮我起只电话，然后爱记得拍开边仔遐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爱记得六月六号去投票哦。